在2016年，面对所有的人，也都能够笑脸相迎。格外的用心。他现在看到的是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主题点。你知道要爬到它顶上的那个，就是观景的那一个楼层，光在底下买完票之后排队，就大约需要90分钟到120分钟。嗯。所以刚刚在迎接新年这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，我们看到了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哈尔滨还有台湾，有一种感受，严嵩，天涯共此时。是啊，温又再次把视线转回到了北京。我们看到太庙确实是非常宏大，这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新的光芒。而且呢，今天北京的天儿很给脸，开始还觉得今天有可能。